了好几天的大雨，天空终于晴朗了，嘿嘿，拿上我的零花钱去迷你世界去。终于到网吧了，前面那位不是网吧老板吗？老板来台阶。没网了，上什么网？不会是要倒闭了吧？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哎，坏汤姆猫把我网络芯片给偷了，气得我直跺脚啊！谁要是帮我找到芯片，我就送他一年免费上网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我这就找那只汤姆猫去。你别着急，我把我的祖传头盔、弹簧弓还有锦囊给你。得嘞，老板，我必定会帮你找回芯片，你可别食言哈。听说坏汤姆猫的住所一直往南边去，以我敏锐的感觉，就在附近不远处了。这一路也是不容易的，一眼望去都是陷阱和机关，高一格的路障就像挡住我的前进，流翔跨越阀，套住减速带绕过去，爬坡我可是护跑小能手，蹦蹦跳跳完全没问题。怎么还有马桶？这是踩进去可是笑到大牙，左右闪躲，书本迷魂阵，我本就不爱看书，对我可是毫无作用啊。后面还有加速艇，天助我也，大双腿的我一步跨过滚轴，这么简单，只不过是我的热身环节。咦，这不是网吧里面的椅子吗？还有电脑，这坏猫连电脑都偷了，幸好给我及时发现。越过这保险箱，还有这么多手机，这是想让我坐下来玩手机，分散我的注意力。想得美！哎呦喂，我怎么摔到坑里了？这么高是跳不回去了。左右搜索看看有没有出口，这还有个小洞，跳下去，摔得我屁股疼。前面有光线，必定是出口，怎么会是虚空？刚刚是我大意了，绕过去。我似乎感觉到汤姆猫就在附近了，打开老板给的锦囊，居然全是 buff。拿上头盔和钥匙冲啊，没有撤退可言。这个坏汤姆猫快把网络芯片交出来。你是第108个人来了，简直是螳臂挡车，我不交你能拿我怎么的？那可别怪我小表妹不客气了，我弹簧弓可是玩得溜溜的，只要你一露头就只有挨打的份了。欺负我，待会儿让我哥教训你。哼，来几个打几个，我才不怕呢。芯片我来了，接住我。看来这里才是真正的开始，又是马桶，不会真的以为我会掉进去吧？就这些路障我都没放在眼里啦，掌握了基本技巧进入黄金屋，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了。又把我摔了个屁股开花，小小的擦伤不足挂齿。谁在打呼噜啊？怎么还有人挡我道？看来你就是真正的汤姆猫了，还在这里睡懒觉。等你好久了，看招！哎呦，我这招就先发制人，打得你毫无还手之力。我知道错了，大哥别打脸，这是开门钥匙，你要的在里面。算你懂事，不是吧？这里面还设置障碍门？算了，好跑步当减肥。有地雷绕过去，奔向终点。终于找到网络芯片了，拿回去交给网吧老板，以后一年的网费都不用交啦。小伙伴们可要各自尊重人哈。